哇，可以。赛破。哦，这个理想还要高哎，那全魔18万。敲碗的水稻狂魔系列来啦，仔细听注意看，如果你是想把水稻打好的夜死玩家，这片对你会很有帮助。一开始一样都先把消耗品吃一吃，活动有 VIP 就买，改到战地商店的破王、战地红卷 MVP 蓝卷，开回响喝双属水、怪公水，这些已经交到烂了就不再重复。如果你还是忘记有哪些消耗品的话，上一次的水稻影片里面我都有附上图片，连结右上角跟影片下面都会有，可以自己去复习。一开始一样先穿 CD 帽，消耗品都吃完后，开启爆跟极限健康段，目的是为了进场第一波使用 HN， 所以重补 HP 跟 MP 记得拔掉，万能药没差。在起爆剩下60秒的时候开传说冒险，然后把传说冒险拉到宠招，目的是第二次的时候它会自动释放，你就可以专心输出，不会卡后摇。接下来这边会有变数，每个人的条件会不一样。我自己的配置目前是减5 CD 帽配250人的精灵角色卡，那我就是起爆剩下40秒的时候普攻触发一级必杀，剩下30秒的时候进场，进场之后这里非常重要，先放绝杀，然后压一个大封住，开天破跟创世之后才能换回鼠帽。在王进到第四阶的时候把创世炸掉，在第四换第五阶的时候开必死触发 HN， 接着补血架绝对领域。这时候要不要开天上就看个人，我是会开，毕竟他撞到很痛，没有重复。接着注意看右上角的 buff， 亚克的事前准备打完的时候压爱绑，绑了之后人物要离开王的脚下，不然跟王重叠会一直触发圣身回避，你会换不了戒指。这边也是因人而异，我个人是用拇指环，但是塔阶会依照个人机体不同而强度有所差异，请自己先去测试哪颗塔阶对自己的效益比较高。而拇指环通常是你已经换了永恒装的同学效益会比较高。接着在剩余80秒的时候补一次领域，触发一级必杀的时候才丢封魔，63秒时开塔戒，然后接起源，起源放完时间应该是60秒左右，开大风柱跟绝杀，平砍到55秒左右开蜘蛛烈阳天上闪头，闪头记得要最后再开，这时候又会发动一级必杀就接封魔，剩下40秒的时候补第二次领域，然后入榜它，一样离开脚下换规范，规范换好之后开中影，起爆好了就开接必死规范打爆发。那因为我是规范5，所以剩下20秒的时候我就会开规范封魔，不要急着丢，一样要等一级必杀。我有测过等一级必杀再丢封魔，比你封魔直接好就丢的分数来的高。你要懒人包我就跟你讲，不信你自己去测。然后一级必杀触发的时候不要马上丢封魔，天破也会刚好跳起来就直接压，压完天破再丢最后一个封魔，然后砍到结束，这样就是一轮夜死完整的三塔戒版的水稻啦。我说这是 2.0 版，因为还有其他很多打法我也有尝试过，今天先发这版是因为我觉得这版对大部分玩家比较友善，但是分数不是最高的，分数最高的是这个，就未来有机会再教大家，肯定得常招的嘛。而细节注意的话，其实我这把有三个地方失误，没失误的话这个流程分数应该是18万到18万2左右。留言跟大家说我哪里失误了，全队的同学会准备精美小礼物给他。夜死水稻狂魔，我们下次见。好好好，加油，来祈祷祈祷祈祷，给他25干石头，他妈怎么又有啊，没有九桃，有两万五，这个说十倍，哎，好逊，周俊要石头啊，没有，我点完了，哇，怎么办？还卖？又要丢，又要卖，谁要放？有没有石头？沉默是等，没有要石头，没有鸭子哎，鸭子冲啊！那个 S 5太废了，可以啊，多5秒哎，就没有加成啊，多5秒啊，好烂的，还是我丢当悬赏？哎，这边够了吗？不要，我没有要选啊，我丢我自己丢啊，对啊，我丢我自己啊，都没人要，我懒得卖，过了一人2500，你们确定？没过就假装没看到，我都行，我都行。都可以了，哎，我很高了，我这两天掉5颗石头了。啊，那你不要来丢，多翻卖300块而已。我多翻卖300块而已。哇，凹了十倍，2500发红包，有够。哎，这边不能压哎，为什么？这里不能压。你这边，你这边不能冲吗？是啊，我压2张，烂了。然后就是
好逊。那、啊、你会过吗？会啊会啊，但我觉得要说会，我就觉得会，不如我们要半个凭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是自己加码、欸，学长没那个贵吧？学长你现在多少？10000？没有啊，学长17000啊，一张算起来15000，对啊，你比较便宜哎、欸，12500。你要先发，先发就会过。好，我感觉你要先发呢。吃屎啊，干！干，为什么 AGO 不能放？好烂啊！先红纸环，还是玩魔？还是玩魔笛剑剑？哈哈哈！干，好烂，干，今天红纸狼，今天红纸狼骗的，红纸狼骗的。10%，赢我成功，赢我成功，功。干，好逊。哇，有没有？操，烂石头，烂石，烂头，假装没看到，获、得三个资讯，假装没看到，嗯，这个，谢啦，